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修身勤俭第9。修身治国也，要莫大于节欲。传曰：欲不可纵，立官有家有国，其得之也，莫不皆于简约；其失之也，莫不由于奢侈。简则节欲，奢则忘情，忘情则违，节欲则安。这个一条啊，第九条啊，是出自于《政要论》第47卷。修身是指这个陶冶身心涵养德性啊，这个是讲到啊修身治国啊，治国要从修身开始。要莫大于节欲啊，这个要就是重要主要。修身治国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。传曰：欲不可纵啊，这个传啊是指礼记，在礼记上说呢，欲望不可以放纵。立官有家有国，这个立官啊，就是从有历史以来啊，纵观古往今来啊，就是古今中外有家有国的领导者啊，这个家呢，在古时候啊是卿大夫啊，或者卿大夫的采地食邑，他管理的地方啊，管理一个区域。国呢，古代啊有这个王侯啊，就是诸侯啊，封王了，封侯啊，他的封地，那么他有这个皇帝啊，也封他一块地，他去管理。这个是啊，有家有国。其得之也，古往今来，有家有国的领导者，能够取得成功，无一不是凭借勤俭节约啊，都是从这个勤俭持家来的啊，一个家一个国啊，同样的一个道理，都是要凭借啊勤俭节约啊，那这个家国啊，它才能维持长久。那么其失之也，失就是说丧失掉了。这个亡国败家，一个国家亡了，家败了，那什么原因呢？无一不是由于奢侈纵欲啊，一个国一个家败亡了啊，都是啊太浪费了啊，这个太奢侈了，放纵啊欲望，俭则节欲，奢则忘情。这个勤俭的人啊，节制欲望，奢侈的人放纵欲望，放纵欲望的人危险，节制欲望的人安全。治家治国啊，这个非常重要的啊，一个家如果浪费奢侈，那个家很快败，一个国也是一样的啊。那么
现在呢，这个美国啊，也是一个例子啊，它是全世界啊，第一超强的强国，最富有的，但是啊，却是负债最多的国家。啊，没有钱就印美钞。啊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没有节制啊，讲求消费，就是奢侈放纵。啊，那这样啊，这个国家的经济啊，就一直衰退下去了。这个修身治国啊，这个最重要的莫大于啊要节欲，国家呢要提倡啊节俭勤俭，这个家国啊才能维持长久。好，那么这个勤俭第九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